任务卡你说我猜内容是可以用语言动作声音提示，但不能说出词语中的字。每个小伙伴猜出两个词，每人限时两分钟，成功挑战三人即算成功。行呗。还有，就是以前不是比赛，到时候我们发那个语音吗？然后最近有可能，最近应该这游戏里面那个语音你别笑啊、哦！啥语音？就那啥，就比较牛逼的那个，就感觉自己比较牛逼的那个。I will carry on。你看成功了，好不好？哪个啊？嘿，四个字成语啊。大鹏展翅，不是，就是经济独立，不对。然后还有这样摇起来那个，对面有盾啥？四个字啊，哎呀，怎么？像这样是干啥？这样是？你刚说早上嘛？啊，早上。然后姜文，然后来了只鸡，文具修补。再来一个，别找我，别找我，别找我。我操，队友别喷我了，他跟我说像个鱼行吗？别给我找票票，就找你了啊啊！中国李宁，啥意思啊？严肃点啊！这样，神龙摆尾。还九一毛呢，快！啥意思？这样？东张西望。哎，行了，过来，过来，挑战成功。